大家好，我是深藏不露。关于侃爷失踪事件，是时候画上句号了。据《每日邮报》十二月二十九号报道，美国知名说唱歌手侃爷的前业务经理在采访时称，侃爷已经失联数周，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消息。离奇的是，和侃爷合作的另一位说唱歌手西奥菲勒斯·伦敦也被家人上报失踪。 据称，自今年七月以来就没有收到他的消息。那么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们从发布这个消息的坎爷的前业务经理说起。这名业务经理叫做托马斯·圣约翰，之前坎爷任命他做自己创立的唐达学院教育集团的首席财务官和 Easy 品牌的业务经理。 这个所谓的教育集团其实是凯爷开办的一所私立学校，拥有从学龄前儿童到高中毕业的完整教育体系。目前有一百名学生，入学家长还得签保密协议。反正一切都很神奇。两人先是达成了一份口头协议，凯爷承诺每月支付给圣约翰三十万美元的报酬，圣约翰则负责承担所有与客户相关的财务成本和风险。当然，圣约翰也不傻。 他得确保坎爷不会突然放弃彼此之间的商业关系，于是提出我们必须得签一份至少持续十八个月的合同。今年的一次会议上，这两人还因为合同有过激烈的争执。坎爷当时的回应是：“十八个月的期限是胡说八道，你疯了！你认为我会坚持下去？我不想再和你一起工作。”总之，双方都不是很愉快。施约翰最终只工作了三个月，而且没拿到报酬。 除此之外，今年十月底，凯爷的学校突然关闭，学生家长们各种焦虑，讨说法。作为首席财务官的圣约翰一直都骑虎难下，过得煎熬，还没拿到钱的圣约翰当然不服气，直接提起了诉讼。他要求凯爷赔偿他四百五十万美元的损失，其中包括因工作欠下的九十万美元，以及根据合同得到保证的剩余月份的工资总额。 就在圣约翰准备好诉讼的法律材料要寄给凯爷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凯爷不见了。更扯的是，圣约翰不光找不到凯爷，就连凯爷的律师也找不到。起初，他们试图联系凯爷在全球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——柏林伯格特劳里格的律师，结果他们说不再与凯爷合作了。 接着，圣约翰被告知坎爷签了新的律师事务所，但没有提供具体的联系方式。试图联系之后，又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事儿，所以通过律师找坎爷这条路算是断了。无奈之下，圣约翰只好试图通过邮寄材料的方式来找他。可坎爷的房子实在太多了，谁也不知道他现在住哪儿，没办法，只能广撒网。 他给侃爷在影山、马里布和卡拉巴萨斯的家都寄了信，却都被退了回来，就好像一个大活人真的凭空消失了一般。失踪的说法在社交媒体上风靡一时，但也有媒体认为这是谣言。要知道，明星失踪就已经是个必爆的话题了，而且好歹侃爷疯之前也是个妥妥的顶流，所以消息一出便在全网疯传。 这个帖子的阅读量也飙到了一千九百三十万。侃爷是身价上百亿元的大富豪，除了他明星的身份外，侃爷最声名远扬的就是他那张口无遮拦的嘴。他在社交媒体上一向是最活跃的人，他经常会在自己的账号上发布各种言论，这同样引发很多网友的议论。据报道，近来侃爷因持续发表反犹太言论而受到批评。 凯爷最高时净资产达到六十六亿美元，合计约为人民币四百五十亿元。不过，根据福布斯最新估算，凯爷的净资产为二十亿美元。但是，凯爷前段时间刚和阿迪达斯终止合作，这让他的资产跌入了十亿美元的大关。福布斯也将凯爷从十亿级别富豪的名单中移除。 他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被暂停，他与阿迪达斯以及其他几个品牌的合作关系也被终止。十一月，坎爷宣布自己参与美国二零二四大选，并号称组建选举团队。同时，他与美国网红金卡戴珊结束了七年的婚姻，正式与卡戴珊家族划清界限。他每个月要向金卡戴珊支付二十万美元的子女抚养费。 同时，四个孩子由两人共同监护。原本以为两人达成了和平分手的约定，却没想到凯爷在离婚后爆出了一则猛料，引发热议。凯爷在退出自己的推特之前，他声称曾抓到了一个家伙和金卡戴珊有不简单的关系。下方配图是 NBA 球星克里斯保罗。 瞬间，保罗和金卡戴珊双双登上美国的热搜，一时间，关于金卡戴珊和 NBA 球星的关系被球迷疯狂讨论。后来，该消息被认为是侃爷离婚后放出的大瓜，供人消遣，目的是为了转移网友的视线。因为两个月前，侃爷涉及了反犹的言论，影响巨大，巴黎世家和阿迪达斯等相继和侃爷解除合作。 坎爷的身价也一落千丈，个人资产大跌。坎爷持续发疯的做法，让他的资产仅剩四亿美元。不过，这对大部分人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。据悉，坎爷在和金卡戴珊离婚后，还在金卡戴珊的房子附近购置了新的房产，共花费四百五十万美元。有网友认为，坎爷这是故意将房子选在金卡戴珊的旁边，来恶心前妻。 凯爷之前的团队成员对外爆料说，凯爷曾向自己的员工们展示过妻子金卡戴珊的一些裸露视频和照片。不得不说，凯爷身为人夫，确实做得有点过火了。虽然了解凯爷的网友都知道他一向说话大胆，行为出乎意料，但这样的做法属实让人难以接受。现在，凯爷放完大招后玩起了失踪，也不知道目前的他怎么样，一切是否安好。 有网友认为这是凯爷一贯的作风，他总是能做出很多你想不到的事儿来。事情发展到这儿已经很魔幻了，但网友们给出的猜测更魔幻。毕竟凯爷不是普通人，他是得罪了一票人，是一个什么都敢说的疯批。在网友的心里，这场失踪已经变成了一场凶杀案。 有人说他出了车祸，有人说他在芝加哥的脱衣舞俱乐部遭到了枪杀，说他躁郁症加重，在接受封闭治疗，还有说是因为前妻卡戴珊又交了秘密新欢，气到狂躁加自闭，躲起来人间蒸发了。但目前都没有得到证实，基本可以断定是网友们脑补出的戏。尽管他最近风波不断，但他多次被捕捉到出现在公共场合。 最近一次现身是在十二月十八号，狗仔队拍到他身穿黑色衣服，带着两个孩子去教堂。但这些事情最近已经被辟谣是假新闻。至于坎爷的失踪，也该画上句号了。经过网友的不懈努力，事件终于水落石出。先是网友晒出了坎爷的私信截图，根据图片，坎爷一直在社交媒体上给网友发私信，同时他还在首页编辑了新闻。 网上的失踪足以辟谣。据网上爆料，侃爷失踪消息的鼻祖是前经纪人散布相关消息，向叶追债。他所谓的“侃爷不见了”的言论没有任何参考价值。与此同时，在侃爷失踪消息爆出的当天，一张侃爷在教堂的真实照片得到证实。最新的情况是，侃爷再次在 Telegram 上私信回复网友：“我只有时间回复负责任的留言。” 是的，综上所述，凯爷失踪原来是假新闻。当然，这并不排除这是凯爷自导自演的一场戏，目的是为了挽救他那岌岌可危的商业价值。不过，今天我们要说的另一位主人公，可确确实实是失踪了。 另据《纽约邮报》十二月二十八号报道，另一名说唱歌手笑菲勒斯·伦敦被家人报告失踪。他曾与坎爷等大牌音乐歌手合作过。自七月以来，家人就失去了他的消息。笑菲勒斯·伦敦今年三十五岁，也是一位黑人。他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出生，在纽约布鲁克林长大。自二零一一年以来，伦敦已经发行了三张专辑。 并与凯爷在内的知名艺术家合作。他与保罗·麦卡尼创作的《All Day》被收录在凯爷2015年的专辑里。2016年，他因《All Day》被提名为格莱美最佳说唱歌曲和说唱表演奖。伦敦最后一次出现是在7月11号，他在社交媒体发帖称，对自己出演电影供不应求表示十分兴奋。此后，家人与他失联。 他的家人已在周二向洛杉矶警察局提交了失踪人员报告。警察局的一份新闻稿说，伦敦最后一次出现在贫民窟地区是十月十五号。他的家人已经完全失去了与他的联系。衷心祝愿他的失踪只是他想躲起来创作歌曲的闹剧，愿他平安。